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41集。今天挑个简单的小模具给大家做个分享。Voyage Class 的，如果你按照它的字面来翻译呢，叫做公路搬运工。其实这个人物我真的是完全对他没有任何的印象。如果只看配色的话呢，可能你还会不小心以为他是不是工程合体大力金刚的成员之一。那实际上的话，他是使用了先前吊臂的这一款模具呢下去做小小的改头雕。那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配色的不同之外，表情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回顾一下当初在地球崛起的时候，这款吊车呢我觉得挺好玩的，那评价呢我对它的评价也不错。然后它的一个面雕这个银漆呢上呢可能压的不是很过吧，就稍微有点廉价的银漆的感觉包括它这里的银漆也是一样。那以这一款这个道路搬运工的话呢它的这个是涂成了白色，那这个漆面感觉质感好一点，眼珠也是 MP10 的水蓝色这是很漂亮的。那这里这个银漆的话呢，相较于之前的这种漆面看上去也比较高级。分色的话呢，看一下它这里有黑色，这里有黑色的点缀，感觉上呢各方面呢看着会比它顺眼一点。这个橘色呢毕竟还是感觉比较山寨一些，当然这个荧光绿呢也是感觉很儿童像，但是还蛮耐看的吧那所有的配件呢也都是一样的，那基本上关节的紧实度这一回可以说非常的紧各方面玩起来都手感很好甚至比这款还要优秀。当然我不排除呢是这个玩具呢我因为比较喜欢，所以我把玩的次数呢比较多，它就有一点比较松弛这个手上的这个水枪的话呢，如果你不想拿在手上也可以安插在后面。那这个手臂的这个吊臂这个替换也是很简单，直接这个取下来做一个替换就行了这边。那你想要怎么装呢，端看个人的喜欢的需要。那我就顺便把它其他两个呢也是算是小改模的玩具一块拿出来亮相好了。这个Inferno 地狱火，地狱火这一款颜色目前来看我还是很喜欢。那我再来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这一款火流星的话呢发生了一个悲剧了我把它从盒子里再次拿出来的时候呢，果然它的白色就有些部件的白色已经黄化了，看得出来非常的严重所以说这个白色的玩具这个的保存上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用心的。那但是说用心归用心，我也不知道怎么保存了，那已经发生了也来不及了处理不了了。那我们就看一下这款玩具的基本的一个可动好了上次有这个网友给我留言了说这个我怎么这个讲个玩具连可动都不讲那是因为那一集呢是一个头模的改色的玩具啦。那我觉得头模改色的玩具呢其实没有必要再特别去把这个可动讲一遍，因为在先前第一次拍这个模具的时候应该都已经讲过了就其实没有必要再多提这个部分。那就给各位呢就是也稍微提一下这个有时候我不讲这个可动主要是因为它已经录过一次了。我们来示范这一款道路搬运工的变形过程那这个枪跟这个挂臂呢可以先拿下来，武器的话呢直接放在后面也可以的。先把手部呢给收起来，它的变形呢是我很喜欢的大开大合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锁扣在这里，我们稍微左右扭动一下把它给解锁开来，然后整个头的话呢给往上翻上去，这个头部的话呢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翻折，这块部件把它整个给打下来。这里的话呢这块部件呢比较偏紧比起其他三个兄弟们的这个模具来说它是特别特别特别紧的。手臂转到这个方向之后推进去主要把这个肩头给收进去内侧，手臂的话呢你转一下就会发现它是有凸跟凹的结合的。然后的话呢整个下半身把它直接往上面推上去，脚的话呢直接打平就行了。往上你就看到这个地方黑色的这个黑人对纳美克星人的一个组合，然后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把它给扣上去。最后的话就把这个部件给放下来，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绿色的凸对绿色的凹，把它给扣上去这样一来的话呢它的组合卡点呢基本上呢
就是已经扣完了，但是因为它的车身比较长啊，这个四个卡扣呢，建议各位还是扣紧一点。这个部件整个往上提上来之后呢，因为它的这个挂钩啊，它是在这个方向，你如果反过来的话呢，虽然可以往前放，但它无法往下放到底啊，所以的话呢，我们还是以转这个方向呢为主，然后挂钩的话呢就可以拉长一点了。那我们再把这一个这个底盘的话呢稍微做个简单的小调整，确保它的滚动性是 OK 的。那它的这个车子的话呢，这个枪的话是没办法了啊，就只能够挂在侧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挂上去之后，是武器外挂在这里，当然是比较扣分了，比较扣分。那这个挂臂的话呢，就是把这个挂钩收进去之后就可以轻松的做一个替换。当然、这个拔叉的话呢，是只能说是就是有一点意思了呀，并不能说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可以相比一下先前在 Earthrise 推出的版本，两者的滚动性的话呢差不多。那变成车辆之后，我觉得吧，这个吊臂变成车辆之后，它的配色感觉虽然跟机器人的时候一样，但是感觉山寨感就弱了一点。那这一次这一款绿色的公路搬运工也是挺好看啊。那松紧度啊，变形的过程呢都是没有退步的，可以说这个模具呢搬到这个情况下完全没有任何的减分项。那这里的涂装比较差一点，这感觉不是很工整，黑色的漆面异漆比较多，当然这个都是小毛病啊，这毕竟是一个玩具而已啊，玩具而已，美版的玩具啊。那喜不喜欢的话呢，完全看你个人了啊。那我自己的话呢，是由于对这个模具的简单的变形的爽快感情有独钟啊，而且它这个绿色我感觉也是不赖啊，只是玩具绿色还可以，其他的绿色就免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